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爱一险观》。这个诗词中有写的“这个、欲寄相思重何寄，画个圈而替，单圈而是你，双圈而是我。”这个表示说这个不太会写字的，所以那种相思之情很难描述。于是寄一封信，上面画个圈；回信呢，画两个圈，画很多个两个圈，就表示两个人心好像那样的一个圆圈一样啊，是结合在一起的意思啊。这个也有它的意思。因为古代文盲还是占的比例比较多，不过医疗上你看也有单圈儿，也有双圈的人。单圈儿是什么？这是什么组织啊？看起来蛮漂亮的，蛮可爱的这个状况啊。这个双圈儿是什么样的？这都是正常的，我们正常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啊，正常的组织啊都会呈现这个状况。这个是乳房组织啊，乳房，因为这是一个腺体。会形成圆圈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细胞会分泌一些东西，然后分泌的东西往这个地方送，然后再进而到外部这个地方来，所以这是乳腺的组织啊，是这样的这个呈现的。那这是什么？这看起来比隔壁的那个乳腺看起来更加可爱一点啊。这是什么？大肠，大肠。所以你不要以貌取人啊，有时候这个肠子啊虽然看起来它的功能啊似乎我们避之唯恐不及啊，但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显微镜底下它就还它那一份清白啊。我们再把这个镜头拉到我们生活面上来看，您坐的椅子啊，你喜欢坐这样的椅子吗？这个大概是就绝对不要坐这样的椅子，非常难过。这是以前这个显然是一个国王那一类的人才可以坐这样的椅子，这是石头做的，而且石头旁边要刻着这样的一个代表着权威的象征的，不管是怪兽或者是什么样的象征物啊，人跟动物的一个混合体啊，来表达对这个人他地位的毋庸置疑啊，来做这样的一个衬托的一个意思啊。不过你想想看，坐这样的椅子啊，多难受啊！不要说坐椅子难受，坐在这上面恐怕也很难受，因为你随时要担心啊，什么时候会被干掉，会被取代掉，这是非常恐怖的。这个一样，虽然不是那么样的石头，那么样的硬啊，但是坐在这样的椅子上面，想必也是坐立难安啊。所以古代的国王天天都在防止啊，是不是有人要背叛我，大概就很难做出对民生社稷有所贡献的事情啊。所以也怪不得后来有很多的结局啊并不是太理想。这是国王。那有钱人坐什么样的椅子啊？这是16世纪初啊，1500年初这个留下来的一个古董啊。大家可以看到有钱人坐这个椅子啊，这是木头，这是橡木做的椅子啊。大家想说有钱人坐这个椅子有什么特别？我们不是也常看到怪怪的，为什么底下还有这样的这个东西啊？这是保险库啊。意思就是说什么，他可以坐在他自己的钱上面，财富上面啊。这个不但这个可以做椅子的功能，这个可以掀开，这底下金银财宝可以放在里面了、啊、所以好像蒙拉减塞口的意思啊，这个一物多用啊，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不过你想想看，再怎么样你也不能一辈子坐在这上面啊，所以这种还是一个负担啊。所以有时候你有钱到底怎么让它灵活运用，而不是死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还是我们得去深思的事情啊。好，一般的民众他的一个生活面大概就不是这么复杂。这是16世纪荷兰的画家，17世纪荷兰的画家叫欧斯塔德，他画的这样的一般平民，他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餐馆外面，他坐在里面的事实上比较少，坐在外面比较多。当外面的一个这个空间啊还蛮舒服，天气可以的状况的时候，大部分都在外面，在这里用餐啊，吃一点东西，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个在这个地方聊天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啊，这个还有娱乐设施啊，什么样的东西，还有球在这里啊，这显然不是篮球，是槌球啊。所以在17世纪那时候就有槌球这样的一个这个娱乐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让大家在那边解闷啊。因为那个时代有很多辛苦的那一面，生活辛苦的那一面。好，一般人坐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凳子啊。所以跟我们台湾啊，甚至于很多地方，这都是可以共同的一个记忆啊。
那个长凳子啊，似乎啊有那样的一个好像很亲切，跟这个土地跟周围的民众感觉很深刻的这种情形啊。然后在这里他们也在玩一些什么东西啊，这好像也一个长长的平的地方，他们个球啊可以丢来丢去的这个情形，跟我们现在也很类似啊。所以这个椅子啊，还有很多生活场景啊，似乎都可以拉近我们生活面的那种感受。好的椅子啊，还是要讲究啊。不要坐刚刚那个有钱人或者是帝王坐的椅子啊，基本上还是要坐的椅子啊。第一个，这个手这个地方，或者是背这个地方、颈部这个地方有依靠的，这是比较好一点的。因为我们坐的时间如果久的话，这个让脊椎有休息的空间啊，它会比较好一点。那座椅的这个高度啊，要让我们的脚可以很自然下垂，就可以接触到，而不要太高啊。坐太高的椅子，并不是太对我们的脊椎也是会负荷比较大，所以这两个椅子要选的话，是这个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状况啊。好，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常常要坐椅子啊，但是有时候在譬如说在怀孕的时候，她就站的时候压力更大，于是啊要坐的时间就比较多一点。一个怀孕的一个妈妈，她在生产前呢发生的一个状况，就是觉得大便有一点这个出血的一个状况。那当时她就以为这个怀孕嘛，是不是痔疮啊这个情形会严重一点，这也合理，因为负压增加的一个结果，痔疮可能变得比较严重，于是她就不以为意啊。但是等到生产完以后做一个检查，发现不对，大肠镜的检查发现不对，在大肠那个地方有肿瘤啊，所以表示有大肠癌的意思啊。而且更让人家难过的一点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正直摄影，这个是黑的，这是膀胱，肾脏，这是肝脏的部位啊，这有黑点，然后在这个大肠的这个部位，它也有它的黑点，所以这个表示啊，这个问题点不是只是在大肠这个地方啊，它也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一个大肠癌的一个发生啊，它其实并不是突然间发生这么剧烈的惊天动地的转移啊，不是，它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也为什么告诉我们说，这个譬如说大便潜血的反应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稍有问题的时候，它透过这个检查，我们就可以发觉到有问题，再透过需要的时候内视镜的一个检查，才可以去防止等到这个肿瘤已经转移到局部这个地方淋巴腺来，甚至于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它的治疗的困难度就会增加很多。所以这个病人啊，也因为认为说这个怀孕相关的，而延误了这个诊疗的一个时机啊，所以等到发现的时候，刚刚可以看得到，就是它本身已经有肝脏这个地方的一个转移，还有这个其他肠道的一个转移以外，肺部也有一些阴影产生出来，所以这个等于全身性，因为这个肿瘤的关系啊，它比较大的结果，它就会跑到血管去，血管去以后，透过血管，它就有可能运送到身上各个地方去，而造成这么全身性的一个影响。这个当然你局部的治疗大肠癌的那个部分还是得给大家治疗啊，治疗完以后还要针对全身性的这些地方再给他化学治疗，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他会出血，基本上本身因为表面溃疡的一个关系啊，但是这个出血跟我们一般痔疮的出血还是不太相同，因为痔疮它是在表面的地方，所以常常是卫生纸擦的时候那个外面有这个血迹在，这个常常是混合在一起的状况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这也要做区分。不过不管怎么样，出现血迹啊，绝对要进一步请医师做检查，所以这个有个肝脏有问题，然后后续再给他做化学治疗的一个状况，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点后来就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控制啊，所以治疗的一个过程当然就更加的一个辛苦，因为还是需要比较这个强力的化学药物的一个治疗，副作用也会比较大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能早一点有这些景象知道的时候进一步治疗，那当然它的一个效果就会比较好一点。不过更重要，从基本饮食方面，我们就要吃啊高纤维的这个东西是很重要，不要一天到晚吃那些大鱼大肉，这是不好的。好，椅子啊，这个是牙科可以坐的椅子啊，神经科可以坐的椅子啊，开玩笑，不过也多关心您的椅子吧，感谢收看，再会。